因为记者一出来，这手上的掌控能力马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啊。啊，罗兰有一分的领先。他也是在那儿推后场出击啊。嗯。看来这个动作也是组织不长，有点着急。这罗兰还是发后场球啊？还是瞎压？二连连，轮到这次是轮到拉斯姆森了。连续的失误。所以卢兰他如果聪明点的话，他也通过这些场上一些变化，他能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只要自己减少失误，把球控好，还是有拿起来注意。哎，现在是他，就说拉斯姆森本身他也有失误，很多失误。另外呢，拉斯姆森在这几分里面呢，他也没有什么压迫性的打法，对吧？你像罗兰，他本身你也不是说靠打死对方，也是靠他自己失误。就双方都是依赖对方的一些连续的失误啊，去拿了很多分。是不是还是靠他的后场的一种进攻打法？这球卢兰防守，这个他还带一些欺骗性的，质量太差了。也是当加一点突击，19-16。实际上，卢兰这球的进攻落点并不好。往后，对，出界，着急了，这很明显。就是说在球质量不高的情况下，他硬打发力，这样的球就容易造成失误。还是耐心，舍不舍得。实际上他这个弧度稍微拉高一点，你看就是出那么一两公分。17-20。他这么勾对角啊，这个反弹能力很强啊。因为卢兰他头顶连续的打直线，也就是说劈掉，你看像这样球，拉斯姆森也有所准备。拉斯姆森是连拿了两分。出界，好，卢兰回一局，21-18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为大家现场直播08全击羽毛球公开赛。啊，李永波非常的简练了啊！对，实际上一张嘴就说，你也知道是怎么打了吧？因为第二局这种打法，你也知道怎么打了吧？就是我前面已经发后了，就是说他发高远球，关键是第一拍能够守住他的杀球，打开了就好打了，那么李永波这个场外的指导也非常的简洁，因为你讲的太多也没有什么用，有时也一下子听不进来。但你第二局的这种打法，这种战术能够奏效的话，那你不妨就先坚持着这么打。双方现在是打成1-1平。
我们现在为您独家播放08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。第一场的男子单打陈晶是拿了冠军，第二场的混合双打郑波高凌也是拿了冠军。印尼的维迪安托格纳希尔呢是拿了混双的亚军，林丹是拿了男子单打的亚军。现在是在第三场的比赛决赛，决赛里面又是决胜局的比赛，你很明显是母神出界，很着急，一定要把对方打死，这样的话他的手上的控制啊就会有点变形。再次拉球出界，是不是感觉有点后撤的？就是说你去拼一针见血，对，既然是这样打，你不要想着是要拿冠军，你去先拼，这样的话你就放开了，你放开以后你就好打了，就能够把自己平时训练这种水平啊发挥出来。在决胜局里面，卢兰还是要自己减少失误，现在因为现在这两分呢都是拉斯姆森自己的失误，这球刚落，这球其实拉起来也问题不大了。他想主动的快播主勾对角，因为对方还没有走没有动，大范围的调动，现在双方都是这样啊，其实如来也是打这种，现在往前的争夺，如来主要是回防的太慢，一直强调卢兰首先要减少